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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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贝婷 ，Arthur， stop！ 你要小心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马路，所以你要先停。停。Stop。然后听，听 ，listen。我们先看一下两边。看两边。Look both ways。我们先看一下左边，再看一下右边，再看一下左边。哈哈。好，现在啊，确定没有车子了，我们就可以过马路了。嗯。Arthur， 为了安全，我们走斑马线好不好？好啊，走吧。Carlos， 我们现在在路口，要过马路咯，我们该怎么过去呢？红绿灯前，两边看，再检查一遍。等到路上汽车都停下来，和朋友一起走到对面。Carlos， 再说一遍。红绿灯前，两边看，再检查一遍。等到路上汽车都停下来，和朋友一起走到对面。我喜欢走路，你也喜欢走路吗？我们都喜欢。啦啦啦，我们都应该记住怎样做啊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红绿灯前，两边看，再检查一遍。等到路上汽车都停下来，和朋友一起走到对面。Carlos， 走路真好玩，我喜欢走路，我们都喜欢走路。我喜欢走路，你也喜欢走路吗？我们都喜欢。我们都应该记住怎样做。让我们再说一遍吧。红绿灯前，两边看，再检查一遍。等到路上汽车都停下来，来和朋友，和朋友，和朋友一起走到对面。